Hey, Jonathan, how's it going? Hey, Mark, I'm just stabbing holes into this CD. Well, yeah, I can see that, but why are you doing that? Great question, Mark. You see, in the 1990s and the early 2000s, so-called Dako Dai, or hole punch CDs, were very, very popular in the Chinese black market, allowing rock music to proliferate throughout China. It's all part of a new marketing strategy for the soundstage. Here's a music collection of artists that I've interviewed. I don't think it works like that. Well, if that doesn't work, and I'm still doing this, then I guess that makes me an idiot, doesn't it? You're disgusting, Jonathan.周围都是沙漠，一片那种一望无际的沙漠，然后周围可能还有一口井，然后有一些那个羊什么这样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有时候去那儿什么的，偷着抽烟什么的啊，然后跟一些朋友什么的去那玩，然后就是那个场景或者那个夕阳西下的那个感觉，始终在我脑海里。沙枣树呢，就是在宁夏的那个沙漠地带，然后呢。经常会出现的这个沙枣嘛，就是它会结的那种这么小的这种沙枣，就是我小时候生长的那个地方呢，然后呢附近有五棵沙枣树，然后那个地方很出名，很出名的原因是那时候我上小学，然后呢很多那个高中的孩子去那儿约会，然后去那儿什么的开 party， 然后可以去那儿野餐什么的，但是它其实就是五棵沙枣树，没有什么别的。
都是左边有去是一个布鲁斯吉他手，是基于这个布鲁斯基础上，可能是我也在寻求一些新的突破，就是更有一个中国的，或者说是来自中国西北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做的音乐的特点，就是让人听上去不太一样，这样，不是完全的那个就是西方的布鲁斯，那个东西我就是研究了研究，研究了一些年吧，反正，然后研究了一些那个各个门派的，德克萨斯的、密西西比的，各种的布鲁斯这样的，研究了一道，然后现在我就是想搞一点中国人的东西，这样。其实就是80后，还有打口袋，还有。那个流传吉他教学，然后很多孩子80后小孩就开始学吉他，然后组乐队，然后看买打口袋，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大学很多大学生也喜欢摇滚乐，就买很每天就是攒钱，然后买大就为了买打口袋。后来时代发展，那个磁带早都淘汰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摇滚乐现场这种玩乐器这种状态是特别好的，有点像健身，有点像体育。对，我们三个人很好结合的，有 funk reggae 还有 rock 还有中国的 folk。对，有点中国的，因为这个五声音阶嘛，五声音阶和这个布鲁斯本来就是通着的，而且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吧，可能就是从小对这个五声音阶、对小调的东西，极为敏感。我差不多是小学3、4年级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次听到 Beatles
Beatles 的磁带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那个歌有很多歌是大调转小调，然后小调转大调，就是那时候他们早期的那批歌。然后就是后来就发现对那个 Jimi Hendrix 的音乐非常着迷，然后呢我就感觉他我能够懂他，我能够懂他的演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，然后就是他想表达的那个东西，就是感觉就是很通的。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有一个诗人他说那个修行，就是修行，就是修行的这个这个最高境界呢，就是把它修成一种天意，就是感觉你跟天使这个在对话，在交流，是这样。或者说有的时候那种灵感来了，你想写一个歌，可能是你只是负责记录下来，然后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天注定的，你要写这首歌，